大家好，我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本硕博教育中心的密凯凯文老师。今天就让我给大家吹爆我们复旦管院的十大顶配资源。我们有196位全职的老师，其中超过96%都是具有博士学位，在其中的40%是拥有海外的博士学位。复旦管院的七大专业会不设任何限制，开放给我们所有全体的学生。我们会基于你的兴趣，而不是你的 GPA 或者你的排名，决定你最终的专业选择。我们丰富的第二课堂和实务课程，打造你综合的实践能力。像我们现在已经开设的有花旗银行实务课程、上期所实务课程、新权基金投资大赛、奢侈品实务课程、Facebook 营销课程，还有罗兰贝格案例大赛。我们现在拥有超过50000位的校友，其中很多校友都加入了我们的校友导师计划。像我们的校友导师来自于高盛、花旗、IBM、德勤、BCG、还有飞利浦这些非常著名的国内和国际的跨国公司。那和其他商学院相比，复旦管院的行政团队那是非常的强大。除了我们本硕博教育中心的可爱的老师们以外，你们还可以得到来自于职业发展中心、校友中心、国际交流合作办公室、学工这些部门老师们的鼎力支持。在当今社会，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数据，那复旦管院会给你提供海量的数据，包括 Bloomberg、 Capital IQ、 Wind、 同花顺等等等等。国际化视野对现在的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管理学院每年会对超过70%的本科生提供海外交流交换机会，其中大部分学校都是欧美的名校。我们拥有国内最棒的职业发展团队，我们的 CEO 的老师们来自于金融、咨询、高科技，这些不同的行业。那我们的专职行业顾问，我们有来自于花旗和德意志银行的前行长，我们有记忆能源的前中国区的总裁，我们有来自于欧莱雅的高级人力资源高管。我们学院顶尖的研究生项目，比如硕博连读、MF、DDM、机命、DSBA。无一不是国内甚至国际上的非常非常棒的研究生项目。那我们本院的学生，你们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哦。复旦管院拥有邯郸路和正立路两个总共13.5万平方米的独立的院区，在这里有一流的硬件和软件，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学习、生活和交流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填写复旦大学经管试验班，当然我们优秀的硕士和博士项目同样欢迎大家。